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，我劝你今日要为万人恳求祷告，祈求主赏你每君王和一切差必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坚强敦贞平安无事的度日。三，这是好的，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。四，坦然万人得救，明白尽头。人必自由于被上帝，在上帝仆人中间自由于被众保，乃是公私为人的基督耶稣。六，他杀死基督万民的赎价，到了时候，这事必证明出来。七，我被主封派作传道的，作使徒的，作爱百人的师傅，教导他们相信，学习尽头。我说这些真话，并不是谎言。八，我因男人无愤怒无争论，其实心格的少随处祷告。九，要因五年廉耻，此少以真派以上为装饰，不以偏法黄金珍珠和贵家的以上为装饰。十，只要要善行，这才而此见。见上帝的五言相义，十一，五言要潜心学徒，热爱的顺服。十二，我不许五言讲徒，也不许他学习个男人，只有潜心。三，人未想错的是阿当，后错的是阿哈巴。十四，却不是阿当被人要，乃是五言被人要先猜出来。十五，然而五言若长存心爱心善爱心，要着新鲜格之兆，绝非必差神神上得救。